孕妇到医院做产检，没想到负责检查的居然是个男医生，对方还特意把旁人支开，不给孕妇反应机会。男医生要求她打开双腿，在孕妇视线被遮挡的瞬间，他偷偷摘掉了手套，以为孕妇察觉不出异常，实施了不轨之事。然而孕妇为了腹中的胎儿，只能强忍恐惧，撑到检查结束。她慌忙逃离了医院，回到家里，在浴室里待了足足三个小时，依旧无法接受遭遇的一切。丈夫很快察觉到妻子的异常，他坦诚地向丈夫讲述了经过，不确定这是否是正常。 的操作流程，但医生的行为一直让她感到恶心。在丈夫的鼓励下，他们决定报警。 事件很快在网络上引起轩然大波，多名女性也纷纷站出来。面对舆论压力，男医生最终选择自杀。第二天，报纸大肆宣传男医生的丑行。一家人以为可以回归平静的生活，却不知道这只是噩梦的开始。很快，他们的宝宝安全出生，可他们没有太多精力照顾孩子，决定雇佣保姆。次日一早，一位漂亮的少妇通过中介公司过来应聘，但她的外表属实不像一个保姆。在克莱尔的追问下，少妇道出了实情：一个月前，她因意外失去了自己的宝宝，再也。 不能生育，所以她寻找保姆的工作也是为了间接实现自己成为母亲的梦想。就在这时，丈夫回到了家中。当少妇看到夫妻两人浓情蜜意，眼神竟透露出一丝嫉妒。夫妻俩并未察觉异常。 还热情地邀请少妇共进晚餐。就在克莱尔抱着孩子准备坐下时，耳环不小心掉落了。少妇看到后却没有说出来。等到晚餐结束后，夫妻正在商量是否留下这个保姆，却被少妇听到了他们的谈话。为了能留下来，少妇突然惊恐地大叫。等夫妻俩闻声赶来，少妇掏出了克莱尔掉落的耳环，谎称是在宝宝嘴里发现的。单纯的夫妻俩信以为真，看到少妇如此细心，当即应聘了她。第二天，少妇便带着行李搬了过来，还带来了一个风铃，说这样可以有助于。 婴儿的睡眠，克莱尔见他如此上心，更加信任他了。友善的带他参观房子，还贴心的整理出闲置的房间。然而到了深夜，当所有人都熟睡后，少妇却偷,偷偷来到婴儿的房间，小心翼翼的关上房门，看着面前的婴儿，居然拿起一旁的枕头。就当以为他要做些禽兽之事时，没想到少妇将枕头缓缓靠在婴儿床边。可接下来的操作更迷了，他突然解开了衣服。 新来的艳丽保姆半夜跑婴儿房脱衣服，竟然开始给女主人的婴儿喂奶。在连续多天的喂奶下，婴儿越来越依赖她，而这其实是保姆复仇的一环。单纯的女主人对此一无所知。这天，女主人克莱尔正在精心打扮，保姆再次投来羡慕的眼光，不想克莱尔光鲜亮丽，怂恿她穿黑色的衣服。 可克莱尔不听她的建议，坚持红色更适合自己。保姆看着床上的红裙子，又看向桌上的香水，立马有了歪心思。当克莱尔穿上红裙子时，发现领口沾上了香水油。保姆装模作样要帮克莱尔清理，克莱尔并没有怀疑她，只是香水油很难洗掉，她只能匆匆换上朴素的裙子出门。在聚会上，闺蜜建议克莱尔不要把有吸引力的女人留在身边，不然会影响到自己的主人地位。可单纯的克莱尔非常信任保姆，并没有听取闺蜜的建议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保姆每天都会。 会哄大小姐睡觉，同时也在偷偷给婴儿喂奶。她更像是一位真正的妈妈，就连邻居都认为孩子是她的，因为婴儿的眼睛长得和她一样，这让保姆感到了无比的幸福。 也间接的展露了自己真实的想法，他何尝不想能生活在这样的家庭？回到家后，他照常偷偷给婴儿喂奶，被家里的园丁发现，但看到对方智力障碍，认为他构不成威胁，没把他放眼里，而是加快脚步博得克莱尔一家的信任。这天，保姆从大小姐口中得知，上学时会他经常受到同学欺负，但母亲却教育他凡事都要礼让。保姆意识到这是表现机会，随即把欺负大小姐的男孩拎了起来，当着全班的面羞辱了他一番。这一举动瞬间赢得了大小姐的信任，还因此。 让大小姐对克莱尔感到失望，与自己的关系变得更亲密，甚至将所有秘密都告诉自己。在保姆的洗脑下，大小姐愈发讨厌克莱尔，甚至认为他是坏人。这天，克莱尔回到家中，发现孩子却怎么也不肯吃奶。他找到保姆，将婴儿的异常讲了出来，但保姆却表示婴儿估计是还不饿。克莱尔也没有再多想。 她不知道的是，孩子之所以不肯再吃她的母乳，都是因为保姆偷偷让婴儿习惯了他的味道。就在两人交谈时，丈夫匆匆拿着文件外出。当得知她要出去寄快递时，克莱尔说自己刚好也要去邮局，于是丈夫便将信件交给了她。可当克莱尔来到邮局，却发现包里的信件早已不翼而飞。不久前，保姆趁她工作时偷走了包里的信件，并躲进厕所将丈夫重要的文件撕成碎片。她嫉妒克莱尔拥有幸福美满的家庭，尤其嫉妒克莱尔有一个如此爱她的丈夫。当克莱尔。 而向保姆提起信件丢失时，保姆表现出异常吃惊的样子。 克莱尔由于紧张导致哮喘发作，而保姆看到这一幕不禁幸灾乐祸。回到家后，克莱尔不停地向丈夫道歉，尽管她摧毁了丈夫半年的工作成果，但丈夫仍然没有责怪她。第二天，丈夫在实验室工作时，保姆突然找了过来，表示很快就是克莱尔的生日，提议想给她办场聚会。丈夫听完后很是感激，因为这个浪漫的举动是他这个书呆子想不到的，还很庆幸找到了这样好的保姆。保姆发现丈夫专注地看着自己，故意在他面前脱掉外套，这引起了同事们的注意。丈夫呆。 担心被误解，连忙把保姆送走。 殊不知，这正是保姆要的效果。到了晚上，夫妻俩躺在床上睡觉，丈夫突然被一阵声音吵醒，以为家里进了小偷，但眼前的场景让他目瞪口呆。保姆穿着单薄的睡衣，若隐若现地展示着她丰腴的身体，这让丈夫目不转睛。保姆觉得时机成熟，想邀请丈夫坐下来喝一杯，但丈夫是个正人君子，向保姆道了晚安后匆匆离开，这让保姆感到意外。这天，婴儿一直在哭泣，克莱尔怎么哄都没用，但当保姆抱起婴儿时，孩子的脸上立刻露出笑容，这让克。 克莱尔感到奇怪，开始察觉到不对劲。她私下找到丈夫。 表示自从家里请了这个保姆后，一切事情好像都变了，有种说不出口的感觉。然而丈夫却否定了她的猜想，认为保姆为这个家付出了很多，妻子应该把他当家人看待。夫妻俩怎么也想不到，他们的对话被玩具对讲机那头的保姆听见了。保姆得知克莱尔开始提防自己，意识到她会成为复仇的阻碍，决定除掉她。天还没亮，保姆趁着家里所有人还在睡觉，偷偷来到温室，并在房顶的玻璃上做手脚。只要克莱尔推开门，就会被玻璃砸成肉泥。但令她万万没想到的是， 克莱尔并没有去温室，而是匆忙离开了家。与此同时，克莱尔的闺蜜打算购买一套别墅，却在房屋信息上发现了一款同样的风铃。她立刻感到不对劲，赶紧去图书馆查阅资料。没想到，在一份报纸上看到了保姆的照片。闺蜜急忙赶到克莱尔的家，直接揭穿了保姆的真实身份。原来，保姆的丈夫正是当年骚扰克莱德的男医生。男医生扛不住舆论压力，选择自杀。而当时的她正怀着孕，却因为意外动了胎气。身怀六甲的女人在手术台上痛得撕心裂肺，因为动。 了胎气，医生只能提前取出腹中的胎儿，可胎儿还是没能保住。不仅如此，女人还大出血，被迫切除了子宫，再也无法生育，永远失去了做母亲的权利。一夜之间失去丈夫的她，又失去孩子，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正当她失去活下去的希望时，电视播报着丈夫去世的新闻。她认为这都是克莱尔造成的，为了复仇来当保姆。如今她的身份被克莱尔的闺蜜发现，她匆忙说克莱尔在温室里。当闺蜜匆匆赶去时，不小心触发了保姆之前设下的陷阱。 被碎裂的玻璃砸得当场凉透，而保姆在屋内津津有味地观看。接着，他将克莱尔的哮喘药全部放空，并将其丢进抽屉。随后，像往常一样，带着婴儿外出逛街，制造出完美的不在场证明。等克莱尔回家进入温室时，发现闺蜜惨死在家中。这突如其来的惊吓导致她哮喘发作。克莱尔匆忙返回房间，想要报警求助，但严重的哮喘使她无法说话。等她翻找抽屉里的喷雾时，才发现里面已经一滴不剩。克莱尔艰难地朝外走去，她想寻求帮助，但最。 中昏倒在地，只能静静地等待死神的降临。好在她之前拨打了报警电话，警察及时赶到，把她送往医院，这才保住了性命。此时不知情的丈夫回到家里，保姆再次对她投送秋波。丈夫在恍惚间破了防，但下一秒立马冷静了下来，严肃地表示此生只爱克莱尔这一个女人。听到这番话的保姆只能失望地回到房间。没过多久，克莱尔终于出院了。然而此时的保姆也不装了，直接用女主人的语气与克莱尔交谈，甚至模仿克莱尔最喜欢的说话方式，让克莱尔感到。 非常不舒服。晚上，克莱尔想下楼，却发现丈夫和孩子跟保姆有说有笑，感觉自己更像个外人。第二天，克莱尔在整理闺蜜的遗物时，在她的口袋里发现了给自己的留言。克莱尔带着疑惑来到闺蜜的办公室，在那里发现了一份关于豪宅的文件。接着，她驾车找到了这栋别墅，从房产经理那里了解到了房子的历史。 婴儿房的装修风格与自己家中的一模一样，克莱尔瞬间明白了一切。这房子的前主人正是保姆，男医生是她的丈夫，她如今是来复仇的。克莱尔急忙赶回家，二话不说，直接给了保姆一拳。 丈夫想要阻止，但克莱尔告诉他的真相。保姆被揭穿身份后异常冷静，没有做任何解释，转身离开房间。克莱尔认为闺蜜的死也与保姆有关，为了家人的安全，他们决定暂时搬到酒店住几天。可当克莱尔整理东西时，丈夫听到地下室传来声音，以为是女儿在楼下闹腾，但下去后发现只是个闹钟在作怪。可当她准备上楼时，埋伏已久的保姆突然出现，直接将丈夫打晕。啊啊 听到动静的克莱尔下来查看，却发现丈夫双腿摔断了。 连忙回到客厅报警，但保姆早已出现在他背后。关键时刻，女儿急忙提醒克莱尔，才避开致命一击。然而，保姆拿着铁锹，不打算放过他。尽管克莱尔拼命挣扎，但还是被打晕了。随后，保姆上楼想要带走两个孩子，但婴儿床上早已空无一物。意识到是园丁带走了两个孩子，保姆气愤地砸着他的房门。很快，房门被保姆打开，逐步逼近园丁，命令他把孩子交出来。就在他陷入疯狂时，克莱尔抓着菜刀闯了进来，但保姆丝毫不惧，几下便打。 打落了菜刀，随后一脚将克莱尔踹倒。正当他准备了杰克莱尔的时候，园丁连忙制止了他。可善良的园丁不忍下手，保姆轻松正拖开他的手臂，把他狠狠的暴打了一顿。这时，克莱尔从地上站起来，疯狂的冲向保姆。这个噩梦般的一切也终于结束了。